其实咱的关心油钱哦，对今日半暝十二点开始，过来国小汽油柴油是要降价，每一公升是要降0.1元，就是降一角。调整以后，九二无汽油是每一公升32.5元，九五是34元，九八是36元，柴油是31.3元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